为了表达对劳工安全的重视，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劳工安全奖颁奖，并宣示打造零灾害、零事故的友善城市。许多企业积极经营办公场域，运用科技降灾措施，降低工安事件及灾害发生频率，精进安全卫生管理制度等时机，值得赞许。简单的说几个要点，第一个，我们是公司的凝聚，我们每个月会透过由董事长以下各级主管全员的参与，然后的大量的会议来做大量的沟通交流跟改善，那建议行塑坚固的一个职场安心文化。其次，营造业是以人为本的一个行业，我们会提供充足的一个训练跟费用，那还有聘请专业的护理师、按摩师以及其他专业的人才进驻到公司，然后办理大量的一个竞赛以及奖励。以人为本，人生最珍贵的资产。第三个最重要的是科技创新，公司有支持，各单位的主管跟同仁就会积极的运用新科技、新工法来精进职业安全卫生管理。我们在四年前开始导入人脸辨识系统，做 AI 电子围篱、移动式的 CCTV、自动环境侦测与警报的一个系统，另外新型的电梯警示工平台、铝箔工法等等等等，我们都持续的在研究，并且跟学术单位研究，透过 BIM 结合 MR、VR 来做更进一步的一个职业安全卫生的管理。另外，台北市的捷运这么多，特别在零捷运的一个工地，我们都再三的加强，包括塔吊等设备在内的一个安检强度跟频率，并且做密接无缝隙的一个施工架跟帆布等等。科技创新是持续经济的动力。那最后，根据营造是冠德集团议员，我们持续关注 SDGs 永续议题，在能源管理、还有温室排查以及营建物资的一个循环再利用方面，我们都持续的在研究。另外，我们也办理了善循环、认养、绿植、水资源，还有赈灾救灾的活动，希望能够为这个社会的永续尽一份心力。所以在这边，我要恭喜所有获奖的朋友，为我们劳动职业安全卫生的付出跟努力受到了肯定。那在这一次，所有事业单位有优良人员，我也看到我们有一个奖项是创新奖。啊，我也仔细看了一下，有些真的是结合不管是科技降灾，透过我们各项管理措施、教育训练，有一个我看到是对于钢梁平台的安全走道，我真是很有创意，也知道过去我们可能在这些高风险的施工场域可能遭到的遇到的困难跟问题，我们设法解决。还有一个是通风这个机门的电磁锁的装置，我想这个也是针对问题透过科技设法解决。当然还研发出安全巡检的 APP 等等，我想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对于职业灾害可能的发生，我们也要运用新的科技来设法的面对问题来解决。那当然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同仁，大家能够让所有在过去这段期间努力付出，而且透过各种方式来减少可能发生的职业灾害的所有伙伴，还有各项企业，能够给予大家极大的肯定。那我想最后，我也想再次感谢各位，因为你们的努力付出，真的让很多可能发生的灾害减少。因为这些辛苦的劳工朋友，不只是企业未来不断进步往前发展很重要的关键，同时他们也代表了背后很多的各个家庭、他们的家人跟家属。所以，我想我们会持续的努力，也谢谢中央治安署给我们的各项指导。那我想劳动局的同仁也都很辛苦。获奖事业单位共计26家，及8名劳工上台领奖，在提供优于法规的职安、健康管理等服务推动上尽心尽力。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公安呢，不是政府一个单位来做，其实需要更多的社会一起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共识，一起来努力。那光靠政府的力量是有限，但是民间的资源跟努力是无限的。所以市长常讲说，我们要公私协力，
今天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这个业者的代表，受奖的代表来，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有非常非常多民间的企业在努力做这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今年呢，在得奖的总共呢有四项啊，第一项呢是优良单位，总共有四家。那第二项呢是优良的代表啊，就是推动的职安卫工作的个人。那这些呢，总共呢有六位啊，对不起，有八位。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创意奖，创意奖有六个单位。那最后一个就是工作与生活平衡，总共是有四个单位。这些都是我们经过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从这个报名审查到实地查核到最后的决选，那么千挑万选才选出来的，那都是非常非常优秀，而且可以讲都是在公安界来讲哦，公共安全这个领域来讲都是佼佼者。那特别是其实这几年对我们职业安全管理的系统，从市府的高层端到整个地方的那个架构都已经架得非常好了。那台北市劳动检查处在我们劳动部的113年的劳检机构考评是6度的第一名特优唯一，掌声鼓励一下，谢谢我们台北市劳检处的同仁。当然第一名就很大的压力，因为我跟各位报告，也跟市长报告，台北市一直是高风险的都会区，我们有台风，我们有地震，我们有强降雨，我们有热危害，不能再支持，有热危害，还有土层的不稳定。各位，我们基隆才一个土层防崩塌，没有人预测到像这样子的问题。台湾也是处在台北市处在不稳定的地层状况下面，所以我们呢围绕这样的都跟大小工程展开，我们满街都是外送员的摩托车的外送，风险继续存在。所以我特别拜托市长领导我们这个团队，把台北市的安全健康一定做得更好，我们台北市的永续发展一定会更好，对不对？对，谢谢。为了让劳工能在更友善安心的劳动环境下工作，劳动局也会为提升监督检查效能与各界一起努力，持续降低职业灾害率，共同打造优质职场环境。记者翁俊台北报道。